丁总，我感觉咱们这次提案他们挺满意的。你们回去把方案做好，发我邮箱。那我们先走了，丁总。慧乔，恭喜你啊，战士！你怎么在这儿？迎接英雄凯旋啊！结果还没出来呢。你的表情已经出卖你了，你总是有办法可以达到自己的目的。我先走了。哎，你陪我去参加个聚会呗。现在是上班时间，哪有参加聚会的道理？成年人的事情哪有什么单纯的聚会啊？有一个我一直想签下来的客户，巧了，他刚好盯着你们市场部媒体投放预算呢。你要再肯定给我两根薄面，你的任务都完成了，做做我助攻呗。领导那边我都打过招呼了，我来当司机。 今天之后就不理我了吧？为什么？我担心你刚才只是一时冲动，找刺激罢了。你相信一见钟情吗？刚才现场那么多姑娘，我的眼里就只看到你。 刘科学长在聊婚礼场地的事情，然后顺便就聊到了高中时候的毕业照。真是没脸呀！刘科是我学长啊，他不仅是我老乡，而且我们是同一所高中毕业的。哎哎哎哎哎！你这么紧张干什么？我哪有紧张哎，这不是怕你误会吗？我误会倒是没有什么关系，但是你不能让黛西西误会了。我告诉过你吧，我们这个职业特殊，跟男客户一定要保持距离，最好呢有事就约到工作室来谈。你上门找过刘科吧？气球是他送你的吧？ 他那个是好心，为了让卖气球捞那俩早点回家，送我不是重点。总之就是要保持距离。这个快结婚的男人啊，他就像沙漠里的炮仗，一点就着，不点还自燃，万万不能招惹，尤其是像刘科这样的。那你以后能不能不要像刚刚那样的场面再发生啊？幸好新娘新郎心大，不计较。 要是换作是我，这心里一别扭，那尾款可不给你结。哎呦，跟你厉害的，你是翅膀长硬了是吧？咱俩说的是一回事儿吗？你面对的是什么？准新郎，你能分清楚这两者的区别吗？不要在危险的边缘试探，好吧？我没跟你开玩笑啊，保持距离。 丁总，哎呦，文森，好久不见，真的是好久不见了。哎，这位是？你好，我是丁慧乔，V Hotel 市场部的总监。哦，这么漂亮的女同事，丁小姐，我跟他们说过好多次，想请她到我公司来帮忙，可她就是不愿意跳槽。我现在终于知道什么原因了。
秦总，别开玩笑啦！你的忙我肯定想帮啦。行了，随意啊。好，谢谢。文森，Tony，什么时候到的？到了一会儿了，就等你了。这么漂亮女朋友今天才带给我们家，真不是女朋友，这要是女朋友，我早就带出来显摆了，还用等到今天？来来来来来，两杯，两杯。 你在这儿呢，我刚才看你没怎么吃东西，刚烤出来的，吃热吃。没胃口。你刚才感觉到没有？有你在，这笔单子谈起来容易太多了。我相信，就算是没有我，你也会有别的办法。这跟是不是我没有关系。那不一样，怎么都比不了咱们这么多年之间的默契。文森，是你教我的。既然是来工作。 咱们就该集中精力，不要浪费机会。我今天愿意帮你，是希望后面的库伊合作案确认之后，你也可以给我同样的支持。所以，那些没有意义的话就不必再说了。我们之间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客套了？你不是一直强调，工作场合应该言行得体，顾全大局吗？ 哎，你们怎么在这儿？金总就找你们呢。好，一会儿过去。目前我们酒店整体的规划就是这样，希望金总可以考虑一下，这对我们双方都有好处。嗯，不错。哎，文森，金总，这样，这个单子呢，就交给你来做了。金总，一言为定啊，单子给我了，定你一个。 等等，开会！来来来，你们都过来。什么好事？这样，我呢，跟温森的单子已经谈好了，这里功劳最大的就是我们丁小姐，你们替我敬丁小姐，好好敬敬。来，丁小姐，恭喜恭喜！谢谢。来，我给你买上。来来来，殷小姐，我也敬你一个。你得敬我呀。 单子是我的，干了！你不能走啊，不能走，我们接着喝，你等我歇一会儿。你休息会儿，休息会儿啊！你等我歇会儿。没关系，你去忙吧，你去招呼其他客人追我呢。那行，那有什么事儿你就跟我打招呼。好，好，谢谢。别走啊，金总！哎，咱刚才怎么说的？别走啊，别走！ 你先休息一下吧，我这……别走，别走，别走！我有话对你说。船长，你陪我走会儿。小江，这只有我们两个人了。我想跟你说说我的心里话。我知道你的心里一直在怪我，但我想让你想一想。
当时那种情况下，我们在同一个公司、同一个组，那么多人，人多嘴杂，业绩压力又大，如果我们的事情被公司知道了，那么面临着什么？就是我们俩当中有一个会离职，这些你应该都清楚。我们当时配合那么默契，没有人业绩能够超过我们，那就因为这个，我们被拆散了，是不是也太可惜了？可惜啊！我现在才明白，失去一个好同事，比失去一个好恋人更值得可惜。我当时真的没有想那么多，我只想，在我们那么困难的时候，在我们还没有那么强大的时候，我们能不能靠努力、靠奋斗，能不能成为人上人？你是说，在你还没有那么强大的时候吧？你把我挤走了，你就该好好努力成为你的人上人是吗？小乔，这里边全是误会。闷森，曾经的我没有那么想赢。喝酒啦？嗯，参加了一个饭局，喝伤心啦？我又没失恋，有什么可伤心的？我就是累了。你能不累吗？啊，名牌包包拎着，大几十万的车开着，喝汤。黄金地段的房子自己供着，活得像一个霸道女总裁，像不可攻克的碉堡。都没人敢追你，哪有机会失恋？没人敢追，还那更好，刚好可以屏蔽掉那些自以为是的男人。说什么自己了？嗯，好吃吗？嗯。嗯，嗯，对了，差点就忘了，来，快，一颗，来，手伸出来，那一个，这是什么呀？备孕的呀。我身体好着呢，不用吃这些。哎呀，这个就是提高受孕率的嘛。你工作那么忙，我也不想每天都缠着你嘛。
吃这个呀，有助于提高受孕率。而且，我想着，如果那个时候结了婚，就可以在婚房里安心养胎，不是更好吗？啊，我妈。喂，妈。西西呀，你忙什么呢？我们吃饭呢。你婚礼的事情准备的怎么样了？刘可有没有管啊？你就放心吧，我都没怎么管，都是他在办呢。嗯，那还差不多。哎，你爸说了啊，要给你们赞助一笔钱，买个好点的房子。嗯，不用了，妈。我跟刘科商量，房子我们自己买。哎呦，你就靠刘科攒那点首付，望山跑死马。你什么时候才能住进自己的家里去啊？你总不能在出租屋里结婚吧？那也太委屈了。不委屈，怎么可能会委屈呢？现在有你们还有刘科，我幸福着呢。好了好了，你不要打岔了，买房子的事情还是要听我们的，要是不行的话让你爸跟刘科讲。妈妈妈，我们刚吃完饭，我们想出去买点东西，来不及了啊。那个房子的事情以后再说啊，先挂了啊，你跟爸注意身体啊。啊，拜拜。拍着了，谢谢二老的好意，我不需要。你别生气嘛，你知道老人家他都是喜欢操心的。你放心，等我们结婚以后呢，我什么都听你的，好吧？你别收拾了，放着我来，放着我来，你放下，你放下，我最喜欢收拾了。你去看电视，我那个买了橘子在茶几上，去吃橘子。去吧，去休息啊！我最喜欢收拾东西。吃个橘子。我们在哪儿集合？你在工作室等我，我开车去接你。那样你还得绕路，我们在地铁口见吧。老公，你看这句话说的是不是特别有道理？当你不确定他爱不爱你的时候，那么你就可以确定他已经不爱你了。谁说的？一个男博主说，我觉得他有很多爱情的观点，说的都特别有道理。而且，他作为一个男人，也那么了解女人的心思，他肯定谈了特别多次恋爱，才能这么透彻。这世上就没有了解女人的男人。你确定不跟我一起去啊？你开车路上小心点啊。给你，走了，走了，走了，嗯，拜拜。哎，你看我呀，想你哦，拜拜。哎，顺序，等一下。段旭，你等一下，我有事情跟你说。我真的不知道刘科在哪儿，而且我今天不会跟他会合。谁说我要找刘科了？你是不是要去创投会那边？是啊。你帮我把这份文件带过去给小米呗，他们说这份文件特别重要，一定要公司的人亲自送。你不也是公司的人吗？是啊，但是我算了一下时间，我这会儿打车去堵车要2个小时，肯定来不及了，所以请你帮个忙呗。我觉得你说的有道理啊，但是公司呢专门让你去交的文件还是你亲手交比较好，而且文件这么重要，我一个外人碰得合适不合适也不知道。如果你觉得堵车的话，那就坐地铁吧。说这么多就是不想帮忙呗，小气。
二位先看一下，有什么事儿随时跟我联系。好，谢谢。不客气。学长，这里就是你的婚礼主场地，以这个建筑为背景就不会显得太单调。你的搭建风格呢，可以是一半花门一半纱帘的样子。这一块都是你的宾客区，可以放一把把椅子，在椅子的后面再放一个屏风，嗯，这样就有一个入场的仪式感。怎么了？啊，没事儿。你那个包是不是特沉啊？啊，我来拿吧。不用了。跟我客气什么呀？给我吧。啊，谢谢学长。客气。啊，那边还有一个餐厅，在你的婚礼仪式结束之后，可以通过这条小道去就餐。哎，学长，我们进去躲躲吧。哎，小米，哎，谢谢。怎么样，没耽误吧？没事，正好赶得及，辛苦你了，亲爱的。不辛苦，你们这个创投会。还挺有意思的，那没什么事儿，我先走了，你先忙，辛苦了啊！哎，谢谢。嗯，今天来的人比预想的多，你要是没事儿，留下来帮会忙呗，两个小时就结束了。行啊。嗯。范姐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一会儿再聊吧。范姐，哎，三位，请跟我过来。好，好。知不知道咱们部门啊，好多女同事都喜欢段旭。你的好多是你自己吧？哪有？西西，你不觉得段旭和那些死板油腻、趋炎附势的金融男不一样吗？有什么不一样？段旭这个人不绅士、没礼貌，嘴上还不让人。人家那是风趣幽默，好不啦？跟他一起工作多有意思呀！哎，我觉得男人吧，还要像我们家刘珂那样。说话好听，人也有礼貌，做事情呢也谦虚得体。段旭这样的靠不住的。哎，小米，哎，资料帮我登记一下。喂，那你等一下。哎，西西，段旭他们谈了这么久，你给他倒点水呗。我看是你自己想去吧。哎，快去嘛。哎，等一下。好。瓶装水我也不要了，你不用进来了。不好意思啊，刚才有点失控啊，刚才稍微有点我们再说啊，就是投资回报这件事儿，我觉得跟我们做的数据简直是差异的太大了。
才给你们拍了一张照片，那个瞬间实在是太美好，觉得你们很般配，希望你们留作纪念。那张照片还是放在我这儿保管吧，免得引起什么误会。那个，再见。拜拜。大家的工作汇报要是结束的话，我先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，酷翼科技给我们酒店的年框正式签下来了。首先我们要祝贺慧乔刚刚上任就拿出了这么漂亮的业绩，我知道这次跟酷翼合作将会给我们酒店带来新的挑战，但是慧乔说的对，这些付出都是值得的。最近辛苦大家，要尽快的协调好分工，在确保方案实施的同时要相互理解，让我们重建与时俱进的新形象，让酒店焕发新的活力。好，今天会议就到这儿吧，散会。温森，Stella， 稍等一下。有事吗？这次的合作首先会影响到的就是销售部还有行政部。我这边想了几个方案可以平衡一下业绩，也想了一些方法可以让行政部的压力小一点。咱们找个时间开会吧。行啊。领导都发话了，我们肯定全力配合。只不过最近一段时间，我们部门的人员变动比较大，再加上有几个职位都没招上来，所以具体工作方面还要慧乔你自己多操操心。这些我都听说了，各部门的人员变动，就是因为我们的酒店太落伍，所以，以长远来看，是该抓紧时间好好的辛苦一下。这话说的，就好像我们几个不愿意酒店从长远发展的更好似的。丁总监，您初来乍到，高瞻远瞩，可是我们这些老员工也不是井底之蛙呀。所有的事情要从实际的角度出发。这样，慧乔，我们部门呢一定会全力配合。如果你需要开会讨论什么的，尽管说话。就这么定了啊。怎么有事情啊？老大，酒店有谣言说丁慧乔是你的前女友啊？当然我是不信的啊。这不是谣言。那你对他是不是求心未了啊？莎莎，你还记得当初把你招进来的时候你自己怎么说的吗？记得啊。我说我要靠自己的努力成为人上人。那我现在希望你可以继续心无旁骛地实现这个目标。当然，因为只有那样我才能成为与你齐头并进的人。你自己设立的目标可不能轻易改变啊！啊，像丁慧乔那样吗？我也可以那样，不过我更看重的是你对我的好。你知道吗？你能够走到今天，全凭自己的实力。我们之间仅仅是互帮互助。还有一点，我需要提醒你，不要拿自己的人生跟别人做比较，这样对你自己并不公平。反正除了你。我才不在乎别人呢，我最看重的就是你怎么看。
我怎么看，我就希望你可以脚踏实地的实现自己的目标。好的，老大，那我先去忙了啊。嗯。闲啊？什么叫闲啊？我们是革命分工不同。好吧，随便你吧。我的离职申请呢，已经批下来了。从明天起，我就不来上班了。晚上你吃饭吧。别误会啊，我不是单独请你，我是两个部门所有的同事都邀请了。啊，我当然有这个自知之明了，所以啊，我还是不去了。所以啊，你还是去吧。为什么呀？第一，为了你的好哥们儿刘可，我所有的同事都邀请了，唯独缺了你。刘可肯定会觉得我是小气，有意孤立你。你不去，他也不会高兴。不高兴就不会好好吃，不会好好玩。他不高兴呢，我也会不高兴。所以你还是去吧。第二，为了你自己啊，你平时不是挺看我不顺眼的吗？觉得我游手好闲。既然我离职了。意味着什么呢？意味着更有能力的人回来，不是应该值得庆祝吗？你不是应该更高兴吗？所以你还是去吧。嗯，什么意思啊？这是我认识你以来说话最有逻辑的一次。我说话呢一向很有逻辑的，只是你不了解我而已。好，好，好，那我就恭敬不如从命。但是如果我们部门有其他人不去的话，也不差我一个。放心吧。以我强大的人缘，一个都不会落下的。一会儿见。强大的。我记得上次我给了你，你就没有再给我呀？应该是在我工作台的那堆文件里夹着吧？你这儿看有没有？等下我看一眼啊。找到了吗？哦，找到了，你加在一个文件里头了。行了，挂了吧。好，拜拜。绝对没有干过的事儿，然后如果你做了呢，就收一根手指头，五根手指头都收完了以后，就算输了。喝酒，行，行，没问题，来来来，没问题。那既然要玩游戏，咱们就在家干嘛？每个人把手机放在桌子上面，不管是微信、电话、短信，反正不管是什么吧，都要公放出来。我先来，都诚实啊，不许撒谎啊。我从来没有跟同事谈过恋爱，没有，没有。真没有，我也没有，没有，我倒是想的。小芳，你干嘛呢？嘿，嘿，小芳，你跟谁呢你？哎呀，关你什么事儿啊？到我，到我啊！我从来没有收到过同事的情书，这个我也没有啊，我没有，没有过，真没有过。哎呦，哎呦，刘哥，刘哥，刘哥，没看出来呀。你还挺浪漫，留一手啊！不是我写的呀，不是他写的，谁写的呀？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都过去了，该我了啊！好，我呢，从来没有在大学跟别人接过吻，怎么可能？这就没办法。哎，你不是说你大学里没有谈过恋爱吗？我哎，
你副本不是给我了吗？咱俩打篮球一块撞上了。你少来吧你！什么鬼呀？骗谁呢你？不带这么给刘科解围的啊！真的真的，我说的是真的。你看我，所以我谁信你？开工炮啊！青鸟，喂，老婆，你怎么这么晚还不回来啊？哦，我这加班呢。旁边谁啊？旁边是同事，我们现在开会呢。开会啊，开会啊！啊，我今天晚上我得晚点回来，好吧？那你注意安全啊。好，好，好，你早点睡啊，你早点休息，别动我。亲一个，亲一个啊，亲一个。啊，嗯。哎呦！哎呦！我想你了，在天空下起雨的是我的吗？婚庆公司发的，你们都想什么呢？你们这帮人一惊一乍的，这。继续，继续，是。哎，我有点饿了，我要出去买点烧烤。你们吃什么？我要的什么什么？两个生蚝，生蚝，生蚝。你看着吧。成成，我多买点啊，到时候都给你带着。行。六颗，六颗。哎，你跟我去吧，我怕我一个人拿不完。行，来走，休战好吧？赶紧唱歌吧，要不然白来了。快快快啊！马上回来，马上回来。别别别别！我们早点回来。来，西西跟我们一块儿吧。有骰子拿一点。老板，我们这桌打包那快点啊！对，好嘞。哎，刚才吓一跳吧？婚庆公司的小姑娘，说话没头没尾的，直接来这么一句，谁受得了？你不会真的背着戴西西，在外头开什么小差吧？我怎么可能啊！哎哎。干嘛呢？这是啊！你别激动啊！我，你这一惊一乍的，你吓我一跳！我这不跟你开玩笑呢吗？戴叔叔对我呢，有知遇之恩。要是没有他，我现在有可能还是一个银行的小职员。我真的特别感激他，只是。是我觉得我不管怎么努力，我坐上什么样的位置，在他的眼里我还是那个一无是处的毛头小子。尤其是最近婚房的事儿，他明里暗里的跟我说了好几次要出资帮我。我明白他是为了我好，也是怕自己的女儿受委屈。但如果我真接受了，那我成什么呢？嗨，吃软饭的吗？这事儿是我的底线，我的家得我自己挣来。小心一点，我预定好了就告诉你。好。那气球也是要拿的吗？那个不是，昨天朋友送给我的。昨天不是见刘科去了吗？那个时候的你看起来也很可爱啊。尽快处理好你自己的感情问题，不要因此连累了我们的生意，多花点心思在婚礼本身上。
再见客户不方便。下班之后我去找你，咱们聊聊。西西，晚上我要见客户，不回家陪你吃饭了。你确定这数据是对的吗？重做，这数据一看就是有问题啊。傅林，傅总总，冲谁呀？谁都有可能，反正啊，他对谁都不太满意。把事情做好了呢，不会挨骂。要是没这个能力，活该挨骂啊！不是，不能老是这么没有效率啊！我这都等了多少天了，我有事吗？没事。那我还有事。其实吧，也算是有事。公事还是私事？挺好。说明在你心里，我们之间有私事。我们现在应该算是朋友吧？你没有听说过，能走到分手这一步的两个人，就没有必要做朋友了吗？那也有人说，如果分手了还想做朋友，其实是想换种方式继续关心对方。